祈福消灾超荐法会。1月17号星期五，建斋菩萨圣诞，念卢舍那佛、大势至菩萨，持斋除罪1000劫，上午9点半至下午3点半，新加坡佛教生命协会护生暨慈悲讲座。1月18号星期六，念地藏菩萨、卢舍那佛，持斋除罪1000劫，下午1点，印尼巴淡岛护生。1月19号星期日，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万倍，上午9点，印尼巴淡岛慈海禅寺年尾大蒙山超度法会。1月20号星期一，上午10点，印尼巴淡岛校园生命教育。下午2点，新加坡关怀特殊教育院。1月21号星期二，下午3点至6点半，新加坡关怀活动。1月25号礼拜六，弥勒菩萨圣诞，念定功如来，持斋除罪40劫，定持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成100倍，愿受天尊万岁。上午10点，邦桥闭关寺佛像开光，新春开始。下午6点，新北市家禽运销合作社点万灯共万水，好心教慈悲施舍。联络电话：02-2951-0565。1月26号礼拜日，下午2点，台北生命道场迎新春念众生感恩讲座。联络电话：02-2550-9900。1月27号礼拜一，上午10点，新店大明讲堂新春开始十供养甲好心发挥。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。1月28号礼拜日，孙天一真人千秋，上午10点，树拿菩提讲堂新春祈福发挥，点万灯共万水。甲心灵讲座，联络电话：02-2688-5088。1月29号礼拜三，上午10点，市立桃园特殊教育学校新春祈福，点万灯共万水，甲消灾发挥。联络电话：桃园中心03-347-7666，桃园道场03-331-0553，中立中心03-422-8806。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印尼巴淡岛地区举办慈悲弘法行，恭请海涛法师、湛乐法师共同主法，日期1月18号星期六至1月19号星期日。1月18号星期六下午1点护生，地点印尼巴淡岛。联络电话：62-812-774-12009，62-081-177-86628。1月19号星期日上午9点，年尾大蒙山超度法会，地点印尼巴淡岛慈海禅寺，地址如下。联络电话：62-081-177-8662，62-081-177-8662。新春到，福慧增。生命电视板桥奔愿寺举办佛像开光新春开始暨佛前大供，
恭请海涛法师主法，日期1月25号星期六大年初一上午10点，地点板桥悲愿寺，地址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2段581号，上午9点于捷运江子翠站3号出口备有接驳车，晚上6点为所有被屠杀物命点1080盏莲花灯，点万灯供万水，护生祭慈悲施食法会，恭请海涛法师、占乐法师共同主法。地点新北市家禽运销合作社，地址新北市泰山区中港南路103号，备有专车前往，敬请事先登记。联络电话02-2951-0565，02-2951-0565。有一户有钱人家养了一条很凶的狗，这只狗啊总是对着人叫，看到陌生人进门就要咬人。哼，有我在这里，谁也别想进门。有一天，一个沙门到这户人家化缘。请问施主在家吗？是谁啊？阿弥陀佛，打扰这位施主了，我路经此地，想来化些斋饭。哦，寒舍只有粗茶淡饭，请您不要嫌弃啊。多谢施主。这个和尚好大的胆子，竟然趁我睡觉时偷偷走进我家，还把我吵醒。如果他不把食物分给我吃，我就冲出去咬他一口。狗儿，你也饿了吧？沙门早就修得神通，看透了狗的内心。这个人心地真好。我走了，再见。对，就是那条狗。一年前就是他把我们咬伤的，今天要给这个畜生点颜色看看。我让你咬人。救命啊，救命！狗就这样被两个复仇的蒙面人打死了。啊，生了，生了，啊，总算生了。啊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啊！嗯，原来是曾经分给我食物的沙门，沙门。原来是你呀，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沙门，请您做我的老师吧。既然我们有缘，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吧。太好了，老师，快快跟我回家吧。少年要求父母
请沙门做自己的老师，由他供养沙门，并请其为他受戒教经。不仅如此，沙门又度化了弟子全家人，因为他想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，所以没有出家受比丘具足戒，他日夜供养比丘。过了几年，少年的父母全都离开了人世。他决定用一生来报答沙门。正所谓，布施者有福，行善者得乐。知恩报恩为先，利人便是利己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慈悲生活在一起，生命电视，触动，行动，真感动。